2020年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的关系，带给我们生活上很多改变和不便。现时有不少活动因为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而被搁置，而香港舞蹈总会每年举办的世界舞蹈日亦因此未能如期举行。所以今年我们转换另一种方式，希望透过一系列舞蹈影片，将我们对舞蹈的热诚传达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在属于自己的空间继续舞动起来，藉着舞蹈带来的力量面对现时的挑战，并继续响应每年一到四二九世界舞蹈日这项全球性的活动。有很多事情发生，世界不断改变，正因为它每一刻都将事实赤裸地呈现出来。在地球的另一端，大火焚毁地球之肺，冰川融化剩下冰块，鲸鱼降市，好多鱼全部都是胶，世界stands on the grave of dreams. His shadow shouts on a nightmare scream. His wings are. 我哋可以大声讲，但系我哋要记得呢个屋企系我哋嘅。青春喺我放入一次。笑吧。
对错这样多，为爱是一切的好答案。谁人间花一生的盼望，吹熄漫天战火，还为对的那一种真满足。也许牺牲的快乐